犯罪犯现在假工伤。看哦，欢迎现在欢迎收看，欢迎收看现在宅桥道，等下就桥道了。哦，蔡老师怎么又来啊？现在没有人，我不用讲。今年的最后一天，有一个人。Yeah! 今年最后一天还是要看到乔老师。今年最后一天一定要看到乔老师的啊。好了，今天我们还是有任务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玩这个什么 ？Cash of Gas, God of Gas。没错，猎王的飞剑。今天呢，我们上礼拜玩到哪？我看一下。好，后来我就稍微玩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升级到本阵四了，有没有？兵营都可以，兵营再升就可以制造新的兵种。有，我知道，我刚才已经升过一次了。已经升了，对不对？那再升一次哦。加啦，用掉。时间就是金钱，有没有？哦，生效啦！大家叫我升级别的东西，真的是欲求不满。五分钟免费，应该是吧？没有，不好意思。慢慢等啊，没关系，五分钟还好。啊，你可以。他是在训练呢。升兵升先，升，我们需要兵。我们二级的步兵啊。二级的步兵。花4K 的那个稻，它这个稻田除了下面这边啊，这边有时候占时间嘛，可以领收集，现在要收集一点点，不然就要去地图上占领那个东西。收割路新手玩家哦，旁边不是都有田吗？对啊，这个只要去占领，它就会开始一直生产。真假的，爽哦，占领。我要到，但是他在你以后要花很多时间去生产。我们等一下兵升差不多，我们去攻打。好，旁边就有一个看起来很弱的，有没有？那我要怎么样看一下我的兵力？交，先领取。对，我不知道是干嘛。红色宝石。哒哒哒，这里，看到没有？战旗。战旗乌龙面，马上就告诉你。兵超少，跟我们操作弓箭少。多少年骑兵吗？有，我有照，他们还在照。换家去升级，现在在升级吗？有啊。那个什么帐篷好像可以增加训练速度，没有？现在训练速度都太慢了。对，帐篷。这个升级耶。来，先十分钟。32个金币可以加速，还不加个？加吧，反正有钱啊。有钱就是大爷，没有问题的。所以我现在，不是指每个都有，它是要一个一个升等的。你看，当然是要一个升啊。你有看过那你花钱装潢房子，隔壁一起帮你装吗？请问我加速要算谁的？啊？马内。建造啊。免费，你看怎么不建造个？嫩。哇，你农田啊，你还好惨的。那我跟赵强哥是盖个防护厂，没有错。嗯，没有错。好，1秒、2秒，我愿意等，不用加速。升级的啦，再升级个。是我手指头害处吗？你觉得呢？走路难点，免费。没问题啦，我点就很正常。哦，每次他的升级噔噔噔，我觉得很爽。你喜欢噔噔噔，你喜欢打铁是不是？我喜欢打铁升。靠北。升升级，靠北。边升级可以边训练吗？不行，没有同时做两件事情的啦。专心一意啊。管了啦，攻了啦，怕什么？人海战术是没听过，多升一点就好啦。有没有？看这個，还不打个打个玩家。Empire 0306611167就是你啊。好不好？打个。我们今天的目标，旁边这个看起来是比较强。TRK 这个。今天目标就是打赢一个人。我们会不会打输啊？看看领主详情，是不是就个老头嘛，什么都没有。那打啊，还不打的？先加个好友跟他讲一下。我要打你了，放上邮件。Hello， Hi。I am gonna attack you。这边。打你个，打你个，一样二，打你个，啊？没有吧？没有露脸，没有露脸的，你在露，不用紧张，没有脸啊，不用，不用，
真的假的？不要开啦！打你一个，不打个，打，就他说发动讯息之后都不能攻击，因为我是你的好朋友。我没有加他好友、啊。哎、欸，那他人那么少，哎、欸，他人那么少，我们就不用那么多人啊。是我们的啦。对啊，没有，我的意思说，如果他没有那么强的话，我们就不用那么多人去啊。不知道他们怎么多，谁知道他们多？花个一半。少，这是粮食吧？负重大啊！啊。这抢粮抢娘们嘛，你去了以后要有车把载回来啊。所以我们车要派多点去，是？啊，人多一点。就决定是你们，多人多一点才运得回来啊！来，出征。哎，这个行军速度有点写实吗？真是厉害，连这边都设计到了。哎，快到了，到了！呀、哎，打！哎呦，这是有动画、欸，有啊，我还以为有猛哦，过去没有动画了，是吧？我们要哎，返回了，哎呦，看起来不错哦，世界越快，什么越快，超级快哎、欸，返回了，看一下战机，应该是 Let me see 啊，应该有点对，战斗报告，击杀胜利耶。为什么？他们没有人了，是不是？不好意思啊，那个你大家看一下，两小时前被我打过，还没有。你应该打他一次。啊，这就是。好，我们才获得829。羊啊，是所谓的羊啊，帮旁边帮我们生产的。我们虐菜。对啊，超级虐菜。哎呦，好可怜哦！你打过他，你不讲不讲，还跟他安安呢，还不打个。马厩到底生产几遍？各位小心点啊，千万不要跟麦卡贝旁边啊。来，记住我们账号啊！记住我们账号啊，小心点啊！今天最后就可以来打我们了。就你他妈走一个多小时，也愿意来打我们？也要牵扯到我们旁边啊！我们先训练吧。哦，好帅啊！哎，好帅啊！帅有什么用？我现在不能升。你这可以继续玩下去啊！我想要神圣骑士。但最高级你也想？你也想一下好不好，在今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升到，大家都看一下。我叫你爷啊！15分钟。好，慢慢来。其实这个游戏其实如果真的很认真去玩它，其实这还蛮好玩的。就是在于会可以耗。我觉得他的角色非常的中二，可以消磨很多时间。对啊，我觉得还不错。训练个。我没有资源了。我有一堆木头，我可以去四级交换吗？你缺粮了啦！你缺粮，你超缺粮。还不去采个农田？采个农田啊，农田旁边，这边有一个，下个比较近，看都可以。这比较多，好像远，这个好了，比较近。那今天占领一个，这应该就是他可以采集的树木吗？啊，就是你，其实就是跟你的兵息息相关嘛。你兵越多，你可以采的东西越多。哇，所以还带马车啊？就是要一直去升你的兵。来，这是迎兵队伍吗？以前我人家，我以为人家就是嫁女儿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阵仗。嫁女儿就是有人会在那边开道，然后会有马车。欸、我觉得他应该做一个那种从房出来，有没有？不是说会啊，冤狱啊，要拦大人的脚，然后就是三贼就要跑出来抢我们的那个。对啊，西洋有这个吗？这很有 feel。西洋怎么不会有？西洋会有大人。大人可能不一定啊。啊，那 Robin Hood 怎么会有了吧？罗宾汉都是出来抢东西都有。黑点哦，返回啊，不是啊，在那边采集是不是？真的哎，看那数字一点一滴减少，就我们很认真在采集，还不采一个。他现在目前就是两种资源、啊、一个就是木头，一个就是粮食。木头大概就拿来生产，粮食就拿来生兵。对，盖房子就拿来用，拿來木头来盖。不够的时候就去抢别人的，或者是去生产就对了。旁边有伐木场啊。好猛的啊，不错哎，这游戏其实还蛮周到，就是觉得说，如果你今天资源特别少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旁边采集。你看，这采集的速度比我们刚刚打那个人还快啊！那个人已经被打过，所以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采了。没有资源，我还在那边采啊。
哎、欸，我们现在打旁边啊，这个啊，这个人没有打过啊。他五等哎、欸，我们四等而已，你会不会觉得太？啊，桃园想打天母啊。啊，在南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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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园吗？天母你要来比？哎、欸，他烧起来嘞、欸！啊，就这样，你打两次还不烧起来，打几次才烧起来、啊？双城呢？哇塞！不知道可以不要打到他不见了，哇塞！直接打这游戏消失，把他打火灭掉啊！把他打到他砍账号、啊。好，我们先回主城。这有一把就是这样，哎、欸，有东西可以拿嘞、欸！哇、哦，五百钢。哎呦，钢材耶！请问钢材它没有显示出来，我要请问你的钢材要用在哪里？钢材啊，以后可能会有进入到别的石器时代或什么金属时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盖一些火炮车之类的。Maybe 训练的没有慢无粮啊！给我粮食！你现在是无粮的君主，哎，这里看他们已经可以转了啊、哦！我没有龙币，那你还记得那叫龙币？不错，有。绑定 Facebook 账号，再说。它是什么教场？哦，群军部队数量，你现在都没那么多部量，不用升了。哎、欸，那是你刚给我打掉了。如果你没打掉，我就有那么多兵了。三个。就是，哎、欸，这游戏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什么？就是你要有一颗侵略心。我也想啊。在这边慢慢的生产是没有用的。别那个大把银子跟娘们就受不了了，娘就在旁边了，受不了了，抢娘们啊！这慢的甚至是很慢的、啊。谈话式。啊，你踩的太慢了吧？加快速度，快！加油加油加油！哎、欸，是不是可以按加？对对对对啊！哎，加上加，这里有个加。要轻轻点，你看。哎呦，厉害！天够收藏，他妈标记一下啊！这边是以后是我的地方。欸、我跟你说，看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那个啦。这应该是、啊、系统公告、啊，我以为送东西的。没有采集的。这是采集的啊，没有送东西哦。哎、欸，看一下我物品，我们不是有那个宝箱可以开吗？哪里？圣诞宝箱啊。不是，我这个开完了、啊。你开完了，物品我已经开完了。你开完了？你怎么这么没有等人呢、啊？对啊。使用。大量奖励、啊。准备了，大量奖励有多大量嘞？啊，真大量啊！哎、欸，没有，加五是有五个，是不是？五百个吧，就刚好五百吧。哎、欸，那是什么？这是龙币耶，这可以用，是使用获得粮食啊！哇，可以20个啊！兄弟啊，有时候看看你的包包有没有什么东西啊？哦，这获得2K，我这可以升了，产兵喽！他一开始在给啊，还少七0.7K 啊！你又被算数了，2.9跟2.6，你算到0.7，你怎么算的？啊，有问题啊！这个不好说啊！你就在用哎、欸哦，这么多，这还有哎、欸，就用光光啊！哇，这个有18个哦，然后可以获得干嘛？我就获得18K。哇，我还不成大学生啊！啊，讲错了。哇，这有10K，等下会不会超过啊？他没有储存量的问题，对不对？可能他这都92了，你应该还好。哎、欸，可以签到。你签过了吧？不好意思，我签过了。哎呦，还等你。升个，训练个弓箭手。好了，我们把兵叫回来打人了啦。啊，对，我们不缺粮了吗 ？My God， 可以回家了，大家可以回家了。你看到那个力王吗？什么力王？力王，他是锤火要强命的样子。大家可以回家了，你看过吗？啊，你没看过啊，嫩啊。什么力王？我只知道那个斗球的团那个力王。哦，不是那个力王啊，不是那个力王啊，那个也叫力王啊。哎，城市争议哦，你要买你的 buff， 不要。你记得现在有个节目叫什么氪金狂人，我们是不氪金狂人。又可以你，又上。又上，又宝箱可以拿。你没错，家人，大家都是一家人。啊，当然是一家人啊。哇，国人。他再次送我们4K，好爽哦。
哎、欸、有就有啦。哎、欸，我觉得他的房子设计很棒哎、欸。其实你去仔细去看，是有一定水准的啦。对啊，他画工还不错，是有一定水准的。我也导演，谢谢你。我终于晋升成导演了，我从一般演员变成导演。谢谢你们抬举我。卖卖卖卖！现在你照了，你也没什么东西可以那个获得更多。哦，他把你的道具整理好了，你可以的话就来演。啊，四哥，聪明哦，很方便。哎、欸，这赚了一定很多钱啊！哎、欸，超想点的、欸、妈的，给我钱啊！给我钱，哎、欸，变大变大，给我钱！给我钱啊！大家都觉得我很想红。没有错，没有啦，超想哦，没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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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啊，大家来帮忙啊，那边自导自演，我绝对不会说是谁，是谁的可爱、啊，我一点都不想哦、打了啦，哎、欸，半人马还是的，我们应该是打得赢的哦，是什么？不好意思、哦，你连 LV 3的怪物都没击败哦 ，LV 3哎、欸，那边这边 LV 1的废，打个。大哥，冲啊！好远哦。他说，威力跟哈鲁都想红，没有错，哈鲁就是想红。好，猜奖说是我想红。这个公道自在人心，谁想红我们就不用多说啦。其实是 Sunny 啊。但我从来不出现的 Sunny 其实最想红。没有错。躺着，躺着，躺着。好，哎、欸，这样子打，哎、欸，哎、欸，一脸是打输的样子，为什么他没有倒下？等一下，你干嘛？为什么要回家？主人都没有说回家。好了，就回家吧。我们來看一下战斗日志。他是不是应该先直接跳给我吧？哎、欸，没有哎、欸，怪物报告啊，怪物报告，报告。Master report。啊，被击败嘞、欸！太夸张了吧！就这样被击败嘞、欸，兵太少哎、欸，有受伤的兵吗？看一下，有受伤一耶，咱们去治疗。虽然做一支兵，我们也是很注重您的，是不是？你们一定要治疗一个他妈的，对，短高手去治疗，一秒钟治疗一个，有点快。哇，你已经康愈了，伤兵完全治疗，咱们一兵一卒都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兵太少了，我们多训练点兵的话，说明就强一点了。对啊，而且我们有二级步兵的加持。个人我还是比较喜欢骑兵啊，步兵有时候就太暴力了。你刚有升级马厩吗？有啊，现在在升级是不是？现在在升兵。那为什么他还是叫你升级马厩？你看你就是没有升级啊。我刚刚就是，你少没给我吵。你没有升级一个就好了啦，一个我就可以等十秒就可以了。出来，升几个？又要二十分钟。来加速个。这种时间花个金币啊，时间就是金钱的东西，咱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又要我升级，没问题，我最爱就升级。啊，因为我现在在建造东西，所以我其实。好像不能算了，直接哦，他好像升级可以丢陷阱。以前我们都打输，可是注意，打怪物不会损兵，可是去打如果是打人就会损。哎、欸，那我还不打怪物啊？他烧起来，我们还能不能再打一下？可以耶、欸！对不起。然后就发现您的兵都被烧死了啊！这城好烫啊！您派兵去烧死啊！你这也太写实了、啊，那城烧起来真的会烧到我。然后就跳那个出来说：“啊，你的兵已死光。”真的还是可以打的，还是可以打，而且还是有人射箭，你看到吗？就妈幽灵箭啊！里面都没有人了。没有，他就跟那个世纪帝国一样，珠宝会射箭。好了，回城，我们看一下。欸、有人说要变掉你耶。如果你一出现，大家都要变掉你。我不知道啊，很红哎、欸，天生讨人厌，大家都要变我。你要不要走同城路线啊？你说我就上去然后开始骂人啊？按错啦！
看一下，看一下。哎呀！哎、欸，最后差不多了，咱们真的好爽，一直拿到加速哎、欸！我们去冲，冲了，冲了，冲冲冲！直接，你说直接打这个字，是 K 了，早就帮你准备好了，四十七秒而已。怕什么？说不定还会赢，因为他兵力用光了之类的。对啊，说不定人家只是幽灵的，在那边肥羊的，我们去踩而已啊。干嘛看前面？没有，因为我觉得我那个位置好像还不错。什么位置？哦哦哦！哦，卡住了！啊，我躲不掉！哎哎哎，就叫主持了，哎哎，大家好。啊，没啦。很久哎、欸！我、哦、真的讨厌，认真。谢谢你，谢谢你讨厌我。名字我都自己取，那你还不取个名字啊？谢谢你讨厌我。哎、欸，有没有？有没有？他刚烧起来了，所以我。可是我们好像也烧起来，我们人都不见哎、欸。他不是捡妹的。哎，我们人都不见哎、欸。好，我去看一下。战斗报告。工程失败。哎、欸，我们全部死光了、欸！这是什么？损伤敌一百，损己五百，就是这样的道理。好了好了，君主稍微离开一下，大家加油加油！大家加油加油！我们来换下一款游戏。你们的国王先撤了。国王先撤了，国王要来选妃了。我跟你说，《熹妃传》。哎呦喂、啊！哇，小组！哎、欸，我之前玩过一个那个就是桌游，就是叫什么杀三国杀。他都叫小主，三国杀里面有小主，有啦，就是邻家有女。下一句是什么？初长成，养在深宫。不方便说啊。不知道就不知道啊。选秀台。好啦，我跟大家跟你说，这款游戏呢，就是主打在玩后宫嘛，最近宫廷剧大家都知道，都很红。然后呢，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面的角色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们的阵容，哇，第一个中二帅，这个听说是我们的主角啊，安平点哥，而且他身上的一些装备啊，全部都是可以换的，是不是？就是他的样貌是可以换的。干，芭比娃娃系统是不是？我再看一下，反正装备嘛，技能、缘分，这就是跟其他武将配，你会多一些。有的没有。万众齐心，突破就是升阶嘛，啊，册封是升阶啦，突破是加一加二嘛，有没有？然后看他得意什么，威力加一。想玩什么？绘画？哦，我最喜欢义旗了。为什么喜欢义旗？啊，刚刚听起来很色。父亲很色，你听到都服什么？这在干嘛？选妃 啊，这叫你选妃啦！某某某，我跟你讲，选个基友，这叫吸魂大法。一点魂魄，就升级了。你在吸他的魂呢、欸？多吸几个，多吸几个。那我吸个男的。啊，吸个男的。怎么会在这节目上吸？是有点恶心。这是吸精啊，不吸魂啦，说错了，吸精。吸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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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魂魄。多吸几点啊！吸，都可以吸，都可以吸。大家多吸收知识嘛，对不对？多吸收。他说可不可以再看不到？就不要再看威力，可以啊。可以不要再看威力，你可以闭起眼睛啊。其实我们的声音也是蛮好听的，你知道。你可以把视窗缩小。哎呦，你看，哇，哎呦，好猛，是什么？好，我们就这样。哈哈。大家只看到。快点，这叫怎么玩？你刚刚不是说你有玩吗？我玩了，开玩笑。好，这大概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的人物嘛，看了蛮多的，而且我们都要看一下这个，有荆轲哎，这是什么？拿秦朝的剑？啊、你不知道什么朝的官、啊？你快点，让我看到游戏的内容。好，看一下东西，再来我们看一下，好，我们先去过点正事好不好？过点正事，这是剧情任务，我们看一下剧情任务。他就在宫中里面碰到了一些事情啊。嗯，好。你要不要念一下？
好，有点长。小主要谢就谢皇上吧，奴才不是啊。若儿，若儿，哎，为什么以前古装人到底是穿这样吗？穿这样我还不检举你啊？穿这样你还不推？不要推派警察来检举他、啊，这不行啊！看来是一个非常儿女情怀的故事啊！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听说这款游戏主打女性玩家，就是啊、哦，有没有？你说你，如果你对那个小说非常有研究，或者你常常在看，哎、欸，其实它其实美术的地方全部都是。他说要吸女生，那这游戏成功了，因为我不想玩。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好吧，这除了刚刚这种，你刚刚讲的是这是剧情式的，嗯，对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了剧情之后，我们就会进来关卡里面去打。御前太监，对啊，那他打的部分呢，其实就比较像那个，哎呦哎呦，叫什么回合制的自动战斗、欸欸，他好像一个跌倒，他射出东西来，一个中摆式攻击，你看他吐的都喊，他呸，呸，啊，真要说当然就是，哎、欸，以前如果太监这么强的话，我真的是对太监那个刮目相看嘞、欸，你怎么当人家太监？看起来就像太监啊！你怎么像太监？他长那么帅，不像太监啊！是不是扫地工？是手上拿个扫帚，他是不是扫地工？哎、欸，好像有，好像。天散学武。哎呦，天散学武。谢谢。暴击！抢！哦，福运破日。哎、欸，这真的福了一个云的哇塞！他刚刚图片都怪怪的。怎么会？他是就是二 D 做，想要哎、欸，这个还有一个自动战斗哎、欸。他二弟想要做点动态，所以他就有点这样把那个图像的挤压，看起来像在有没有？啊，这样，看他们动一下，就是这样，对。奇怪，他神仙美术不做那么多的动画啊！再打一关，再打一关。讨伐，哎、欸，其实这个很像回合制的那种感觉。他是回合制的、啊，然后他其实是阵，他有阵型的，你看。就五个人嘛，其实每个人他像跟对方都站得不一样，那你自己可以去编排你的阵型，可能也是就是有也是有一些坦克啊后排什么之类的。因为他的技能啊，就是像什么不知道是哪一个。哎、欸，这位大哥从哪里单脚站的，脚不摔啦、啊，靠都摔了。像这种御风幻，你可以直接打后排，然后也有这种就是可以打一排的。对啊，他是可以出招的，是不是？阵型其实蛮重要的。他这个啊，像这个蛮慢就可以了。哎呦，扶一个，他扶一个七千多哎、欸！血鞭，有没有吐舌头？那、啊、他那个鞭强啊，吐个舌头。哎、欸，这好像萧敬腾啊！干、欸，你跟我想讲一模一样哎、欸！萧敬腾，啊，萧敬腾死了！啊，没有，长得像萧敬腾的人死。萧敬腾就这样被不说话就被打死了。我以为今年要值班，还是要陪女友倒数？当然是陪女友倒数啊！可是我没有。五四三二一，接下来什么？接下来就是五四。别摇了，别摇啊！没有，我在学他刚刚那个啊。别摇啊！你摇起来我都害羞了。你都害羞？这么害羞啊？刚他正面摇你就不害羞？好，我们来看一下选秀台跟选秀台。啊？哦，仙剑。对啦，我刚刚想说他像什么，就是像仙剑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又好玩一点，原因是因为他。主打女性市场，很少有游戏会敢主打女性市场、欸、是蛮早的，因为他的你看人物都是言情小说哦、oh,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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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知道有没有秋香啊？我如果有秋香，我应该会用一下。他那个什么锤，我刚刚想他刚才可以点，哇，有六万多哎！那是钱，六万多拿来花一下啊。然后这个游戏基本上就是因为是后宫嘛，所以你都会有一些官场的东西啊。嗯，你可以去做一些什么宫斗，斗是为了活下去，就是做一些，有这句话，去贿赂那个啊大官啊，或去跟人家什么长者啊，他看一下长者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哎、欸，怎么在那长个没有？哦，没有事的宫斗。陌生哎，陌哎、欸欸，给陌生人长嘴，这个屌了吧？看着比较不爽。答应，为什么能叫答应才人？然、哦、后这应该是那个官品。对啦。啊，唐刚就看你不爽，长个嘴。今天有电台哦。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等。哦，啊，这连打吗？那个口齿都不清啊！这个人，哎，这好笑。这个小叔鸭了，好不好？张嘴，张你连话说不出来啊！请安，给高官请安，能获得什么？好经验，请安。跟陌生人请安，请安。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参加免礼，哎，获得经验，哇，更简单了，我天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造访还有获得协议，不想留言啊，是不是？在公众就是要散播留言。明天杨哥请假，后天也是，所以要看就今天来看。所以同仁电台就正式改名为威力电台了。没有啦，我明天不会来。哦。哎、欸，这游戏我真的觉得可以拉到女生，就是他们可以就做一些平常不能做的事情，什么宫廷的斗争。哎、欸，我觉得我自己活像个小妃、欸哦。有诅咒，哇塞！诅咒不？诅咒个？诅咒？诅咒好好友也要被诅咒？那就诅咒一下你的龙分啦、啊，这是龙分。哎、欸，这相当嘴似曾相似啊！我就不多说啦。啊，我爱。奥利马里奥，很失败。还是，我们看个成功的。出事，我还不诅咒你啊！鬼男生。奥马里贝米隆，大成功。周轩辕，对不起，周轩辕，对不起。周轩辕就是威力哈，大家开心走。对不起。打胜仗。打什么？废除好像是，干什么？你这个拜访没有用啊，做些。废除。看一下废除干嘛？哦，可以降他官级耶。降个。好，要跟他打耶。哦，还不错哎。小心才能。哎呦，闪避耶，闪避，哦，闪避。哦、你觉得我要输啊？不会啦，我们已经浮云波日了。哎呀，有没有一次少掉一个？下一个他是少我们两个。血边，加血。等下，我们再把我们人变蝴蝶啊！不妙啊！我剩吉他手，吉他手死了。他都用替身嘛，哇塞，蝴蝶替身。废除失败哦、uh-huh, 哦！如果今天我们官评高一点，我们就可以废人呢、欸。对啊，副本，看到他的章节，其实习惯看这些话的，应该会觉得这个游戏还蛮合胃口啊。嗯，但可能不是我们的、啊。来看一下，这游戏只能说这游戏真的成功了，他真的成功的吸引到的就是。啊，不对，我不知道玩这个。记得有一个蔡文姬传，我们来看一下蔡文姬传。蔡文姬怎么好像男的议员啊？议员。哎，这里不讨论政治，现在不是亲亲爸爸吧？看可以干嘛？那么月秀，你先翻开这本《蔡文姬传》吧。哦，哇，吓人啊！放哪个进来？是不是？来来来。我要找卫生纸。为什么找卫生纸到你这边？那边啊？那边偷，我不是那边吗？这有河南服装礼仪。哎，他配笑声。哦，还要讲故事？哇，这游戏除了玩游戏之后，还能听故事啊！啊，这故事性蛮重。是他为什么要一直出现？不然右上角有跳过。看一下枯萎，现在干嘛？哦，哦，好，这就是他。我们刚刚讲的时装系统，然后啊，好帅啊！你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换，然后可以做这样。那换，我们现在在换头发。哎、欸，这个蛮有型的，你觉得如何？挺有型的、啊，头饰换个鹿角，这样子，还，他该不会有裸身吧？裸一下、啊，应该是没有啦。兰陵王，哎呦，水，他就把一些很同的宫廷剧都放进去了。哎、欸，这个时装的搭配其实还情为何物，
因为我以前玩那个游戏叫劲舞团，嗯，就是大家都在拼时装，哎，就是一种那个啊，这好帅啊，这龙袍吧，这穿了，这穿了，这穿了会不会被人家那个啊抓去砍头啊？哎，魂斧人家，哎呦，哦，这也帅，这也帅，这也蛮猛的，哎，这个六，你是全买了吗？五星的，哎，这五星的，然后嘞，对啊，等一下等一下，还有什么装饰品？哎，这是我们的，哎，对啊，这是我们的啊，开玩笑。太帅了吧！零分，噔噔，休闲，零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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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叮当，这什么东西啊？童真可爱，看提示穿戴还要适合，是不是？超级女生游戏，他说啊，因为他有任务性，叫我们说不能穿太招摇，是不是？类似，他好像就是有。就是有要求说，哎、欸，你要穿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要针对他的东西去穿。对不起，我不应该跳过剧情了，再看一次。这真的是女生可能会蛮喜欢的。各位想看的剧情？你根本想看他眼睛吧？似乎想出很坏主意。拉个勾，没问题，我跟你都答应你。哦，哎、欸，讲故事的时候，奴婢会说，如果答对了，奴婢才能继续讲。OK。你现在你要讲故事，我还要换衣服给你看。这么刁哎、欸！尽管出吧，来，来吧，来吧。他笑了，他笑了。各位，刚刚要看的要看剧情，刚刚现在赶快看。小姐，你快下来，这太危险了。哦、爬上屋顶简直断了线的风筝，真、欸、是宫廷剧耶！这不是唐伯虎剧情吗？九五二七摔下来，然后九五二七就抱住他。对，是不是有那个？啊、哦，没事，还好捡到。交鸟，交鸟，没有，没有。跑来一个人，是九五二七，赵杰伦是你。明就不像。杰伦是你，杰伦是你，杰哥。这字怎么念？菜菜，哥哥哥哥，再哥哥哥口吧。言而之错。好自为之。好可怜哦，现在什么时代了？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啊！哎，故事有点长。曹干曹操，你看他是干什么？你看啊，是在跟蒋干对话吗？干你好！等一下，他的服装出题了吗？最想红的两个工作人员，没有错，不是这样啊，就只有威力想红而已啊，大家不要大家不要误会啊。他想红，你知道我们也是很辛苦啦。这游戏被玩得很好玩啊，闹脾气。我总觉得是不是讲完故事然后再给哦讲完哎还没讲完，喂你啊怎么穿的朴素被哦啊穿朴素啦，我们穿的太招摇了吧？哎、是来想个最朴素的，金钱蛇尾、啊。给你穿时装穿朴素啦，你觉得哪个最朴素？光头很朴素啊，没有头发、欸。这个就很朴素了，看起来很帅啊，对不对？对不对？头饰也不能太屌，朴素他应该就这个了。先给我屁啦！啊，朴素应该就关金吧，我猜。好像还可以，你像这种等级低的啦，有没有？看起来就丑丑了啊，有没有？啊、看起来超丑哎、欸。我可以只穿个佛珠吗？有提示，要不要看一下？好，推荐。哎、欸，看这是一样的，简约休闲吗？推荐了，嗯，啊，专业也是需要钱的啦，是不是？好了，换个，哎，果然够朴素啊！您觉得这很朴素是吧？够朴素，记得，好，你记得吗？还是得看我们，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也没有用啊。有吧，我们有吧。年少轻狂看起来就不朴素，
寒江雪，红颜老，红颜老，不管了，不管了。还有什么？不要穿不就好了吗？你这直接裸身，裸身也没有。穿一件，啊、穿一件衫就好了嘛。哎呦，这个吧。哎、欸，这够普了吧？有了，有了，有了。装饰品啊，这最少十几。是个读书啦！你这土包子，啊，好，评分。哎呦呦，加一千字！哎呦，我不保暖啊，好冷啊，好冷，好冷啊！减个，减个，减。不是吧？不会有零分的吧？假，看到没有？朴素达人，我就是朴素达人。push 达人，我是朴素达人。叫 push 达人，我平常穿衣服最朴素。我平常出门都穿龙袍了，够朴素啊。曹操怎么？曹操，你什么时候来的？曹操，你怎么哪里都出现了？说曹操，曹操到。曹操一脸很猥亵，我觉得。曹哥哥，六七分，老子我刚刚一百一千多分，你说六七分？从洛阳带回来了，以前可以。一天跑这么远，哎呦，耶、yeah, ！九朵红玫瑰，谢谢你，谢谢你喜欢我。我总觉得这个旁边这个侍女我比较可以啊，不错吧？我也可以，你也可以。我们没有在代言，我们在玩游戏。代言还得了？你想看我们两个穿成那样吗？如果真的代言的话，好想吃。我们在玩游戏，这一款吗？来，我觉得你玩一定很适合。你来，大家都想要你来。哎、欸、，Hello， 我们也走了吧，就是给他来了。女性，为什么只有主打女性？是不是该让秋秋换接受一下？秋秋，你喜欢秋秋来，我们也走。Hello， 他们不喜欢我们。对啊，也是，让我坐远一点。观众们不喜欢我们，我们只需要声音就好。你坐这张，坐这张。对啊。你坐这张，不错。你坐。我什么时候可以赏巴掌？我记得不是可以赏巴掌。我们已经赏完了。我们赏完了。没关系，还有次数。没有人说一天只能赏一次的。哎、欸，你太近了。我真的没有。等一下，这位就给你赏一下。啊，不要了。赏一下。观众很想要看我被赏巴掌。一定的啦。你知道他刚，哎呦，你知道他刚刚居然叫我干嘛？叫我们穿衣服评分，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游戏有没有多吗？他叫我们穿的好像不一样。我一直有点想下载，可是我没有空去下载它。你跟这可以玩，这个游戏很成功，它完全拉到女性的市场。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不早点来，我们有点辛苦。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是他吗？哎，不是，他说我是。他刚哈鲁说这款就是我主打女性市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男性完全不想玩。没有啊，这游戏还是有好玩的点，比如说赏巴掌跟下诅咒的地方还蛮好笑的。我在等下赏巴掌啊，我是谁？哎、欸，好，这是我吗？为什么？ Yes. 为什么我是男生？因为那是你们主角，对，也是我们玩的，所以我们主角就是候选男的。有没有？他提示你，你现在要保暖，然后又要是礼服，然后还要儒雅。好，有没有？你要去选你的妆，然后他会推荐给你看。好，把他推荐你看，然后像这样子的风格。保暖，然后刚刚关键是什么？保暖儒雅跟礼服。然后我们现在这么多，你这还不穿龙袍啊？让你挑个。好，我来。看你有多会。女生是不是真的比较适合这个？女生真的很适合这款游戏，因为你知道这游戏除了就是你玩之后还可以看剧情他就是他在故事里面说，就是在剧情里面说故事，你就可以一边看故事，然后一边玩游戏。好，这游戏完全非常的适合女生。就是它也有战斗部分，然后有很多女性对，可能会又在宫里面宫廷剧会演的东西吧。嗯，对啊，比如赏巴掌、下诅咒，或是怎样污蔑他人，然后让别人就是，对不对？让别人就是有一点就是啊，你给我下一阶等啊。啊，各位，我要去桥道一下了。你现在必须被桥了，是不是？桥一下老师，叫老师桥过来。是你去桥老师，还是老师来桥你啊？我是桥老师。他们可以互瞧嘛？哦，他刚刚提示应该是这个吧？哦，真的还蛮厉害的。30秒是不是？你不让秋秋多？没关系啦，白痴哦。是不是？终于有一个。不用。
就这样子了啦，不管了。评分，评分，做个 ending， 好，评分。好，我们现在要做 ending 就在我们的评分之中就要结束了。到底会有几分呢？努力加载着。我是看提示玩的，好不好？我是看提示玩的。如果他给我很低的分数，就表示这提示大家不用可以不用花这个钱。哎，要努力加载中，为什么？当了。好像可能我们网络有点那个吧。Hello， check it out。Hello， 好吧。好啦，那像这样子的，因为其实还蛮少游戏会有这样的那个系统。你觉得你就会有趣吗？感觉女生会蛮喜欢，因为你配装嘛，然后就照你来评分，应该是不错。对啊，女生应该会很喜欢。而且他，这个也太帅了吧？对啊，他的头像是不是？是不是就是女生看到我们言情小说那种会看很多东西？会哦，会哦。好啦好啦，我们范仲会一直在吹，真的是广告啊，广告啊。好了，我们先进点广告哈，我们今天就大概玩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